现在季节到了，枫树已经开始冒芽了。我们今年有四个嫁接的品种，另外有一些扦插的品种啊。扦插的品种因为是裸根栽的，暂时还没办法上架。现在嫁接的品种已经开始发货了。这个是绣锦，大家看一下啊，芽都很饱满的，都非常的漂亮啊。发货的时候都是原盆头发的，根系都没有问题。绣锦还有蝴蝶风，现在经过一年的生长啊，现在苗情都很好的。啊，这个是蝴蝶风，还有红舞鸡啊，红舞鸡这一个它长势比较快啊，苗情是比较好的，大家看一下啊，红舞鸡都是多分支的。青龙因为它是一个新品种啊，那青龙，这个是嫁接苗啊，还有一部分扦插苗，我们后期会给大家上。现在芽点都已经出来了啊，马上就叶子长出来了。枫树主要看的是叶子，如果有的话，有对枫树有兴趣的，大家现在可以入手了。